Hello， 大家好，我是苏菲亚。今天呢，要来帮大家做一个有趣的小测验了。2022年即将到来，到底呢，大家在2022年开始，你的转职工作运如何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回复大家很热门的这个问题咯。在我的前面呢，有五张牌，好不好？请各位朋友呢，在看到牌的时候呢，不妨冷静一下，你可以闭上眼睛，好，然后呢，深呼吸一到三次之后，再张开眼睛，做出其中的选择。那从我的右手边啊，也就是呢各位的左边开始，一二三四五，依照这个顺序，我会来帮大家做讲解哦。不知道各位选好了没有？好的，我想你们可能已经选了。好，我们就来帮大家呢来解答最近大家。迈入2022年，你的工作运势如何咯？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各位的左手边，也就是这一张一号的牌。噔噔，抽到一号的朋友呢，你这张牌呀，是我去设计的啊，我选择的是摩羯座。那么这张牌的能量在告诉各位朋友，你现在如果啊有想要换工作，有可能仍然犹豫不前。那么如果已经有工作机会正在谈的话呢，哎，一样哦，本来呢也许你谈的还不错，但是要小心进入2022年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反复的状况，比方说本来要面试的时间延后了，或者是对方告诉你，哎，公司最近对这个职位啊可能会晚一点再进行，当然也有可能你谈的工作内容他要做一些修正跟调整。即便你没有开始找工作，有可能呢抽到这张牌的朋友，在这个迈入2022年的时候啊，你身边的这些工作的事情，讨论的计划，都有可能需要再调整。所以呢，简单来讲啦，我觉得这张牌就是好事多磨，好不好？那如果你是想要换工作朋友，我觉得不要急，这个好酒藏瓮底啊，所以呢，宁愿把事情做对，也不要赶着马上要做完。当然有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呢在换工作的时候，哎，你真的也进去了，就发现哎呀工作内容不如预期，或者是说你必须要做一些跟你原来没有要想要做的工作，那也没有关系。记得摩羯座牌在告诉各位的是，我们要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哦，搞不好你会开出一条新的路。再来呢，如果你抽到的是第二张牌的朋友，哎呦，哎，这个是一个赛哈，对吧？可能有一些没有想到的状况，什么呢？这张牌叫做水瓶座啊。那基本上抽到水瓶座这张牌的朋友呢，代表你在2022年开始想换工作的话呢，没那么快，或是不容易换。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流年天象里面呢，目前有一个土星在水瓶座，它告诉你啊，你现在必须优先把手上的工作做好做满。你必须先把手上的这个需要的能力好经验做好，当然你有可能有些责任，所以有可能你要换工作，但是现在没有满意的，或者是你想换但动不了，因为还有一些事情必须做。当然也有可能是你有机会，但是这个能量，土星的能量在讲的是一个进入障碍，它有很多人要去竞争，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有一个比较强力的基础啊。所以如果你抽到这张牌朋友，我会建议你啦，没有马上好的机会不用急，把你现在的东西做好，会有机会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春天啊，四月五月之后。但是如果你已经有工作机会在谈了，记得很竞争，所以你要展现你的实力哦。再来呢，如果你抽到是我们的三号牌，好，中间这张噔噔金牛座的牌，这张牌啊，它其实有一个两极的特色。什么是两极？代表有可能你在2022年有机会闪电的有好的机会可以换工作，或者是有一个闪电的好机会可以谈好的薪水。好，因为金牛座跟钱啊，或者是说跟你的这个地位啊，这个在我们履历上或者是社会地位上可以呈现的具体的条件有关。那另外一个呢，也有可能你没有要换工作，但是你在工作上面肯定会有一些闪电的变化，比方说组织改变、换老板、工作内容调整，或是公司要你学新的东西来做新的计划咯。所以呢，我觉得抽到这张牌朋友啊，
我们心里要有一个拥抱改变的心态，好不好？如果你在找工作，那我会祝福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过着想过生活的工作。如果没有，也许你该好好投资自己的新的学习咯。再来呢，如果你是抽到我们的第四张牌，这张牌登了双鱼座，好不好？那么我们都知道2022年啊，其实这一年呢很特别，是木星跟海王星都进入双鱼座，所以呢从机会来讲，抽到这张牌的朋友，你今年会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很多资源很多。但是这张牌呢我觉得它可能有一个好坏两极的发展，这个好坏两极都是靠你自己决定。为什么呢？第一个，你的外在机会一定是多的，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有心要换工作，或者是说你希望能够拓展自己的这个事业发展，工作的一些发展，请记得积极行动，然后呢有一个目标，按照你的目标计划来走。但如果啊你反过来运用这个能量，你可能什么啊，我好想换工作，我做 A 好不好，做 B 好不好，一直在那边犹豫，但是你根本也没有投履历，你也根本没有去找工作，你只是在幻想，幻想如果离开现在工作怎么办，会不会更好，那这就不行咯，这个就是纯粹的梦幻哦。那另外呢，就是有可能你已经有机会了，哎 ，A 机会啊，这个钱多事少，但离家远，对不对？那这个可能 B 机会呢，工作很量很多，然后钱呢还好，就是每一个机会都不够完美，所以你有选择障碍。好，可记得哦，你的人生到底目的是什么？你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而这个目标需要累积什么样的经验？而你的工作机会里面哪些最能够帮助你累积这些经验，是你要考虑的，不然就很容易梦幻一场。你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有可能你会醉在那个机会里面而没有实现，那就麻烦了，好不好？所以希望你可以把这张牌的能量变成你最美好的收获啊。那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噔噔，射手座的牌。好，抽到这张牌的朋友呢，我觉得就是要见好就收了。如果你现在做这个测验啊，比方说2021年底，那我会建议你赶快，如果你现在手上就有机会，赶快谈。这张牌是一种马上可以成功马上可以结案的这个能量。但是呢怎么样，歹戏拖棚拖久了就有问题了。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测验，你一直拖，没有去行动找工作，没有去谈工作，谈定工作，那要有心理准备，有可能这一个动作或是寻找的过程，它是让你自己厘清你自己想要得到什么的这个一个途径了不见得真的找到工作。如果要找到工作，它一定是速战速决的，很快就往目标达成的，好不好？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小测验哦。好，希望呢都能够给大家一些些的鼓励跟提醒。可是呢，记得人生是一条比较长的路啊，不用急于一时。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年底到年初的时候呢，都能够针对自己的目标跟方向，勇敢的往前进。我是苏菲亚，我们下个月再见。